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nna， 就是到新年又是开 party 聚会的日子，今天就跟大家试玩这个二合一烧烤派对电火锅，记得在开张之前 follow 我的小片 IG， 一起看看怎样用啦。伊麻牌全新推出了烧烤派对电火锅，一次过有齐烧烤和打边炉的功能，可以一次过满足两个愿望啦。这个炉配备煮食锅和烧烤盘，2.9 公升煮食锅容量都不小的，一于试试用它来整烧肉串烧和韩式部队锅啦。不尖涂层烧烤盘不易黐底，仲有可拆式的草油盒，非常方便。机身仲有旋钮式双温控设计，可以单独或者同时使用煮食锅和烧烤盘，而且仲设有加热指示灯，操作非常简单。